第四题，在一个电压为3伏特的电池中，电池由正极移动到负极时可获得电能。请问，若有5×10的5次方格电子通过电池，可获得多少焦耳的总电能？一个电池电量为1.6×10^-19次方库仑。我们晓得，通过一个电压所能够获得电能的公式叫做 E 等于 QV，而这个 Q 就是电量。以库仑做单位，那么现在呢，有通过了5×10的5次方的电子，每一个电子是有1.6×10^-19次方库仑，所以相乘就是我们总共通过的电量有这么多库仑，然后我们的电压是3伏特，那么乘出来的结果就是8×10^-14次方×3。24×10^-14次方，也就是2.4×10^-13次方。所以，我们第四题问我们可获得多少焦耳的总电能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2.4×10^-13次方焦耳。